可以了吗？有道打开了吗？还要社会查字典哈，都准备好了，我们开始学习今天的第四课。我们的 VVVIP 班开始上课了。在第四课里面呢，我们就学一句话，还是三摩地里面的一句话。那为什么我们要学每天学一句佛法，先学三摩地呢？因为在这部影片里面，它是用现代的语言来描述经典里那些个难懂的词语的，所以我们学会用白话去描述经典，后面我们再去学习经典。好，今天这句话呢是这样子的。跟昨天那句话有点相似，因为按我们最最简单的语法来看，首先出现的应该是首领，但是这里首先出现的不是首领，那我们就知道这句话一定是什么句子呢？脑海里出现了吗？这是什么句子呢？一开头它不是首领啊，哎，倒装句，耶，是的，所以今天一学的这句又是倒装句，我发现他们很喜欢用倒装句哈，而且可能这个句子显得比较有水平吧。好的，它又是先出现了，我们学它来读哈，这个我们昨天已经遇到过了。所以非常熟悉，there is 要连起来，连起来呢，它的意思就是有。昨天呢，there is no，还有个 no 是吧？今天没有 no 了，有 no 的时候就是没有。现在没有 no，那就是什么呢？there is 是什么呢？有，是的，有 a 一个。这个叫什么？你看哈，我们把它分开来读，found the mental，因为这个重音在这里哦。看 mental mental，所以这个词呢，你可以把它画成四个部分：found mental found mental，man 是最重的哈。Fundamental，再快一点，fundamental，会了吗？Fundamental，fundamental，好，fundamental，你可以查一下它是什么意思呢？有一个 fundamental 是什么？是基本的吗？以后学习一定要记住，把那个有道或者是什么什么词典都拿出来哈。是基本的原理吗？还有其他的不？有没有重大的意思？所以说，fundamental 在这里呢，它就是重大的，有一个重大的，呵呵，重大的什么呢？我们看哈，后面这个词 tell，check 分成一个 lin 字，哎，所以先看重音在前面哦，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check lin 字，check lin 字。Challenge，challenge，会读了吗？对了，我们就采用重大的啊，fundamental 是重大的。好，challenge，它是什么意思？查一下，有一个重大的什么？挑战，耶！
现在说了哈，上面这句话就说有一个重大的挑战，那意思再简单点，就是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好像扛不过去哈。什么挑战这么重大，扛不过去呢？下面解释了，就是为此，哈哈，就是什么呢？Making a film。Film 我们知道是电影，一个电影。Making 是什么？你可以查 make，因为它是 make 变成 ing，加了个 ing，把 e 去掉了哈。make 原型，制作。对了，现在就制作这个东西哈。制作一个什么？制作一个电影。难道说制作一个电影是挑战吗？好，当然了，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挑战。为什么？我们大家都不会哈，不会拍电影。难道他也不会吗？不一定哦，因为他说了 about 是关于什么的电影呢？Samadhi，他要拍一部关于 Samadhi 的电影，所以说啊，就有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这是英文的说法哈，如果翻译成我们汉语应该怎么说呢？就是想要制作一部关于三摩地的电影，会遇到一个非常重大的因为太难了，就这个意思哈。他先说我有一个重大的挑战，是什么？就是制作一个电影关于三摩地的。倒装句就是这样子的。好，那么这里面有两个词比较难读一些，其他的词大家觉得还有要需要教的吗？需要学单独学的吗？我觉得就这两个哈，fundamental 和 challenge。你们觉得还有哪个词需要教呢？其他的有没有？没有是吧？没有的话，我们来学了哈。首先，我们学第一个词 fundamental，连起来 fundamental。好，这个词谁来读一下？重大的，注水同学很快，请上麦。对100分，，Thank 好，再来，you. 青 灯，Fundamental. 也对了，就是再加一点速度就对了哈，也知道重音是 man 上面，好的，99分，好，小菊，Fundamental. 我有声吗，老师？啊，现在听到了。Fundamental, 很标准，Thank you. 文书。Fundamental. 哎呦，都厉害得很哦。好，刚才我们这几位九都打了哈，都读了，而且呢，好多100分。好的，下一个，che，这是重音哦，che，林，这，好，谁来读一下，challenge。好，落水，Challenge. 耶，100分，小菊，Challenge. 耶，Thank 青灯，you. 青灯，青灯一来就窗窗窗，灰声好。微时巨大呀！一来，我都手机的，我在外面好，你 Challenge. 说啊？对了，还是语速的问题哈。Challenge，好的，重音也对了，文书。
哎，好，那单个的都读得这么好，那不用检查了哈，把这两个词合起来，fundamental challenge，你把它连起来，中间不要空，fundamental challenge，试一 Fundamental 下，challenge。耶，好棒哦！好，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来读这个句子了哈，在这个句子里面跟大家说一下，There 和 is 要连读，there is，there is，there is，the，there is，there is，会了吗？there is，你把它看成一个词来读哈，它叫连读，there is，the，the，re，there is。There is，试一下。There is，there is，there is。谁来试一下？这三个字母连读，there is，there is。因为它们都是不太重要的词，所以又轻又快就连读过去了。There is，小菊。There is. Yeah。Thank 是的，you. 落水。There is. 是的。我们读的时候就轻轻的读过去就对了哈。好，这个连读呢，只有两位来挑战哈。好的，还有没有？哦，青灯。对了，还是要再继续训练速度哈。Very 的，好的。那下面我们看这里面呢，就是这个 to 不需要注的那么重了，就是 about somebody 就可以了。好，那么这句话没有其他的特殊的地方，所以我们把它连起来读的时候，归宿就是你可以从这里断开啊，因为这个句子比较长，我给你分好了，上面一句，下面一句可以了，断开。那么上面连起来，there is a foundation challenge with making a film about somebody。那么你感受就是上面一句一个单词，下面是一个单词，咱一下给它连下来。那中间可以喘口气的哈，试试。你不要快，就慢一点。There is a fundamental challenge。With making a film about somebody，哎，中间可以停下的哈，谁来试一下呢？好，我们若水。There is a fundamental challenge with making a film about somebody. 还有一点点重复，再读一次，再读一下试试。There is a fundamental challenge with making a film about somebody. 100分。还有谁可以试一下整句呢？小菊。Fundamental challenge with making a film about somebody。今天没有重复一个词哈，相当有进步。再练熟一点就好了。文书，好，我来试一下。哎呀，都忘了。Larry 呢？David, Larry 呢？David, the fundamental charge is making a Film，Film，film. 我这个词我不会读。Film about somebody. Film 电影哈，Film，Film Film, 电影，好，那我您这个有重复，再读一遍吧。好。There is fundamental charge with making
a film about 萨玛迪。嗯，好，下去还要再练上十遍哈。好，好，嗯，谢谢。我的青灯。Here is the fundamental change which making a film about samadhi. 好的，嗯，同样都是语速问题哈，就是大家都还不太熟悉。那么，嗯，下去以后用功，然后再交作业哈。今天我看到作业不太多哦，因为每天学一句，你要是跟不上的话，后面就永远跟不上了。好，那么下面听我读，大家跟我说出汉语意思哈，可以抢麦的。现在我读了，你说是什么汉语意思？ Samadhi， 观摩地。嗯，好。 Making a film， 制作这个电影。耶、yeah, ，真任务哈，是挺厉害的嘛，全给你抢走了哈。There is a 有什么有 there is a there is 就是有嘛，有一个 there is a 不是有一个吗？啊，有一个就对了哈，没蒙过去。Yeah, OK， there is。那就是有哈、哦，好的，那我又再读一个，就是 challenge 挑战 ，yeah fundamental 重大重大的重大的、哎、，yes OK， 大家都熟悉的很哦，你们是不是预习了？嗯，既然预习了，就要把这个句子把它读得非常熟练就好了哈。好，那么今天我们就学这一句 ，There is a fundamental challenge。With making a film about somebody， 那么这句录音呢，我也会发到群里，让大家去模仿，争取模仿出来交作业哈。嗯，背着交哈。当然了，你说我不交也没关系的，没有人罚你。嗯，这句还有问题吗？如果没有，我们就学会读它了，也知道哪些个重点呢。后面我们就要学简单的语法和单词了。没有问题是吧？好，那昨天呢，因为我们是慢班，所以啊，我们用了一个词，结果大家呢，只有我们的助教提出来了，其他同学没有提出来，为什么呢？也就说明我们的语法上面呢，可能还有点欠缺是吧？就是说我们要学一点点单词，我说 a little， 那 a little 呢？要用在哪里呢？一般是这样子哈，他说 ，a little coffee，a little water，a little 是那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呢是数不清的，是不是？就一些。那我们数得清的呢，他就不用了。所以昨天只有我们助教提出来了哈，其他都没有提。你们刚才听到录音了吗？好，接下来看今天要学的话题，集中注意力，因为后面要考试哈。主语还是 I 我 ，you 你没有变。那么这是首领哈，那动作是谁呢 ？Like 谓语也没有变，哪里变了呢 ？My 也没变 ，your 也没变，我的你的。还在这里，变的是哪里呢？这里新学了四个单词，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哈。cat 是什么呢？不会的赶紧查，会的赶紧打。cat 是什么？小猫啊，不是小猫，是猫。嗯。dog 是什么呢？啊，狗，是的。我们今天就学两个小动物哈。好，下面还学两个单词经常会用到的 mother 啊，妈妈母亲 father 哦，大家都会的哈。好的，
就这么简单，今天就学这么简单，跟昨天呢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好，那么接下来哪位同学说这几个词我有不认识的，有吗？可能文书和青灯会有吗？你们有没有？就我有一个词不认识。不熟是吧？好，现在能知道吗？因为 cat 猫 dog 狗那很简单的哈， mother 母亲， father 父亲，能记住对吧？好的，那现在我们就开始练习了，练习一个简单的句子，主语、谓语、宾语。那现在我们知道主语和谓语就那么简单，那后面就可以改变了。怎么改变呢？比如说我喜欢猫，你怎么造句呢？可以上麦哈，抢。您直接上麦就好了。好 ，I like cat。耶，好，后面谁会答，您就直接上麦抢就可以了哈。好，那么如果说我喜欢狗 ，I like dog。耶，但是后面我要是说我喜欢妈妈 ，I like mother。如果这样说的话，人家会说你喜欢谁的母亲呢？你喜欢谁的妈妈呀？对不对？就有 I like。My mother， 哎，所以我们会说 I like my mother， 那就要把这个 my 加到 mother 前面了哈，可以加到这里的。假如说啊，有一次我到你们家去了，看到你们妈妈好好哦，又和蔼又可亲啊，太好了吧？我就说哇，我喜欢你的妈妈 ，I like your mother， 耶、yeah.。就这么简单哈、哦，好的。假如说我说我喜欢猫和狗 ，I like cat and dog。Yeah。如果说你喜欢我的狗 ，You like my dog。太棒了，这简直就不是问题了，对吧？那如果说我喜欢我的父亲。和你的妈妈、I like my mother and your father。 有点混了是不是？我忘记了题目是吧？有点混了。好的，我喜欢我的父亲，你的母亲。I like my father and your mother。 哎，是的，小菊已经过关了。好，那么小菊你来问咯，你可以找人提问了，咱们看到他不会的再教。感恩老师，我找文书，我爱文书 like。 好的，哎呀，文书你太可爱了，请上麦。哎呀，太感恩师傅，感恩小菊。我爱你，我还爱你。我也爱你。哎，你要做造句子呀，不用跟他聊。喜欢就是喜欢嘛。我喜欢你。啊、哦，好的。I like you。我喜欢你的爸爸和妈妈。 I like your mother and father。 我喜欢你的爸爸
和妈妈。I like, I like your father and mother. 哎，对了，哦，刚才我听了，爸爸刚才。很好，很好，很好，谢谢，竟然没考住哈、啊！宝宝是不是这个第一个拎上来没考住？看来今天的题目太简单了。哎呀，好，该文叔问了。啊，该我问，我问，热水是什么？好的，他在那里坐着乐呢，就正好拎上来了。我喜欢爸爸和妈妈。我喜欢我的爸爸和妈妈。I like my father and mother. 我喜欢您养的小猫。没有养的那个词哦。啊，你的猫。您的、哦、I like your cat. 我喜欢这个，好像只能用我喜欢啊，也可以说。哎，对，我们现在只是学了这一个动词。你喜欢？哎，可以用那个什么吧？可以用那个问句吧。你喜欢您的爸爸和妈妈吗？可以这样问。还没有学问句哈。Do you like your father and mother？ 是吗，老师？是的，但是那已经超前了，你这不是学前班了都？还没学文化呢。陈述句，陈述句。你喜欢您的猫和狗？您的猫和妈？不要妈，不要妈。哎，还没学到。You like your cat and dog? Yeah.太厉害了，这师兄太厉害了，你和我们和我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向您学习。我下面来提问。好的，青灯师兄在吗？哎，老师我在。好，我喜欢我的妈妈。I like my mother. 我喜欢我的爸爸。I like my father. 我喜欢你的狗。I like your dog. 我喜欢我的猫和狗。I like my, cat. I like my cat 和狗 and dog. 对吗，老对吗，老师？造句对了，对对。你喜欢你的狗？你喜欢你的？You like your dog. 啊，很棒。好，今天就问不出是吗？好，下面听力了哈，听力。听力就是我现在读英语了，你给我翻译成汉语哈。谁敢上来？先第一个。老师我试一下。好的，我们要把这几天学的通通都问了哈，你要小心哦。
我就昨天和今天的。前面也没有太难哈。好，我说挺好。I like Chinese. I like Chinese. 我听不出啊，泰尼斯。I like Chinese. 我喜欢泰尼斯，我不知道。Chinese. 泰国吗？我不会。汉语中文。Chinese. 我喜欢汉语。好的，下一个哈。How you like English? You like English. 我喜欢英语。Yeah. 再听好哈。My teacher. My teacher. 我的老师。I like your student. I 喜欢你的后面没记住。I like your student. 我喜欢你的学生。很棒，没考中一百分。感恩老师。下一个谁敢来试？老师，我试试。好，是哪位呢？我来读了哈，听好。I like my cat. My cat. 我喜欢我的猫。I like my dog. 我喜欢我的狗。I like English and Chinese.我喜欢英语汉语。I like my mother and my father. 我喜欢爸爸妈妈。再听一遍。I like my mother and my father. I like my mother. 我喜欢我的爸爸我的妈妈。My mother and my father. My mother and my 爸，我的爸爸和我的妈妈。My mother and my father. My mother, my mother 和爸。我的妈妈和爸爸。哎呦，不要搞反了哈！好的，差一点呢，差一点点哈。好，下一位谁来挑战呢？文书，请听题。 Teacher and student. 老师和学生。 Do you like your Chinese teacher? Yes, Chinese teacher.Feels 就是啥我忘了，那个后面是 You like your Chinese teacher. You 我们的我们的You 不是我们吗？ Like You 我You like 我的You like your You我喜欢我的。怎么成了我的呢 ？You， 又你对，你喜欢你的中国和中国吗 ？Chinese， 汉语，你喜欢你的中文就对了哈，不是中国，中国是 China 的。你喜欢你的中文，还有个 teacher 是吧？中文老师，耶！喜欢你，哎呀，终于对了，终于对了哈！下一个，I like my English teacher。我喜欢
我们的英语老师。Yeah， 哎呀，终于没考，对，没考那个岛哈。好，下一个还有谁想备考呢？听力问题，那简直就不是归宿班，我发现哈。老师，我来。好的，试一下哈。那简直下一次要直接进入快速的多一些内容了。嗯，听题。Your cat and my dog. Your cat and my dog. 你的猫和我的狗。Yeah, 是。再听一题。嗯。I like your Chinese teacher. 我喜欢你的中文老师。You like my English teacher. 你喜欢我的英语老师。You like your mother and father. 你喜欢我的妈妈和爸爸。你喜欢你的妈妈和爸爸。Yes.是的是的，太干脆利索了，今天的课程就这么厉害哈、哦、全部完成，而且复习了前面三课的单词和句子通通完成了。好，下一题。下一题哈，请听题，谁敢来？我又换了。上麦有没有？老师，我试一下，我不知道什么内容。是小学吗？好，是。我练一下我的胆子。是小学吧？是。我来提问了哈，现在呢？问一下。I like my mother。你跟我分清主谓宾。I like mother。中心这个谓语动词 like 它的动作发出者 I 我，动词的对象 mother 妈妈，就是谓主语是我，谓语是 like， 宾语是妈妈。 I like my mother. My mother， 我的妈妈是谓语。谓语。动宾语宾语。Like 是动词谓。哎，我有什么？哎，我的妈妈 ，my mother 是宾语。我是有什么？我有什么？好，我重新说一下啊。你说的文是什么？哦，老师有事。嗯，等我下课，我来找你，好不好？好的。哎，好，小菊。嗨，我重新整理一下。好，你说一下。我是主语 ，like 是谓语动词，宾语是我的妈妈。啊。Yeah, yeah. I like my mother. 是的，太棒了哈！再考一个，稍微难一点点哈。Your cat and my dog， 你给我分一下。我发现我的听力很差，听。好，我再慢一点。Your cat and my dog， 你给我分出贵宾。Your Can't your kid can't？ 哦，我写一下。Your cat and cat dog and 然后是什么 ？My dog。就这么多。
好 ，your 是 your cat and my dog， 你的猫以及我的狗，你的猫以及我的狗。你给我分主谓宾呢？哦，这个怎么分主谓宾啊？这里没有你的猫，我的狗，这里没有主谓宾，这里没有那个动词啊，没有动词啊。耶、yeah, ，没考倒，因为这个不是一句话哟。是。哎，它不是一句话，它没有主语和谓语，所以呢也没有什么宾语哈，它只是一个连起来的一堆词，我们称它为词组。词组，好，感恩老师。好，那么下一个谁敢来？他没考倒啊，你呢？这不我来。谁？哦，真不。哦，真我哈 ，yes。那你分析一下这个主谓宾哈 ，yes。比如说，I like English and Chinese。I like English and Chinese。I 就是主语 ，like 就是动词，就是做谓语的。然后，English 啊 ，Chinese and English 是宾语。嗯，很熟练嘛。好，那下一个呢，就是。I like your Chinese teacher. I 也是刚才一样 ，I 是主语 ，like 是动词做谓语，然后后面是什么来着？忘了。Chinese. I like your Chinese teacher. Your Chinese teacher. Your Chinese teacher 是宾语。嗯，没考倒哈。下一个 ，teacher and student.Teacher and student 就是一个词组。Yeah， 经历了小菊那一场考试，现在很熟练了哈，没考倒，100分。感谢老师。下一个，两个高手了哈，出现了。谁还敢来考？快点，主谓宾，我看你掌握了没哈？有没有？不敢上麦就过了哈，今天的任务就完了。没了吗？不敢备考了吗？哦，文书是吧？好的。老师，您出。啊，我看你的水平怎么样哈？如果也是100分，那我们完美的就过了。请听题 ，I like Chinese。主语是 I， like 是谓语 ，Chinese 是宾语。嗯，我爱的中国的。啊，是中国吗？汉语。哎耶，your， 不是 your 哈。You like your dog. 我中间那个词 dog 前面我没听清那个介词是 your dog.、啊、就两个 your dog. You like your dog. 哦、oh, you like the, 你喜欢你的狗。又是主语 ，like 是谓语 ，dog 是宾语 ，your 呢 ？your 是是定语吗？是状语，就是我们还没学定语的哈，是它可以说定语，但是呢，我们可以简单的划分成 you 就是主。Like 就是谓语，然后 your dog 就是宾语嘛，一大块就是宾语。哦，不是现在分三大块嘛？好，好哈，你现在就联想的太丰富了。
前面学的太高深了。好的，下一题，听好哈。Your student. Your student. 你的老师。你的老师，这个不是没有主语宾。哦，学生，您的学生，您的学生，这句话没有主谓宾。这是这句话吗？是次主，不是句话。啊耶，是的，是的，是的。哎，都能分得清楚了呀。那，my father and my mother 这一句呢 ？My father and mother 一样的，也是次主。耶，厉害啊！这么长也是次主啊。谢谢老师，我考不倒了。好的，那我们的主谓宾已经分得非常非常清楚了哈。而且长长的词组也不会跟句子混的，实在是太好了。所以我们这四天的功课没有白学。那么从明天开始，我们就要加量了。希望同学们不要被考倒，好不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因为电话都打来了，我要去处理一些事情。那么今天我们就先学到这里，录音发给大家，一定要背哦。好，我们再回忆一下今天学的那个句子，千万不要忘了，这句子是什么呢 ？There is a fundamental challenge with making a film about somebody. 连起来。There is a fundamental challenge with making a film about somebody. 记住哈，把它背下来，就是有一个巨大的、重大的挑战，就是制作一个电影关于三摩地的。那你可以把它再连成你觉得顺的汉语来翻译。好，今天就到这里，各位再见喽。